大家好，我是陈凤馨，请大家快来订阅国民大会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更多的幕后真相都在国民大会哦。韩国瑜去年最重要的政见就是爱情摩天轮，可是现在呢，高雄市政府说交通部你不要再卡爱情摩天轮了好不好，其实这个示意图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在高雄港口真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摩天轮，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它会成为一个地标建筑，可是现在真的是交通部在卡函吗？交通部长林佳龙说没有，是你们高雄市自己在推卸责任，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要坦白说，我把所有流程看完以后，我必须要很公允的讲一句话，真的是你林佳龙在鬼打墙，真的是。我跟大家报告哈，负责这个案子目前是谁？是高雄的叶副市长叶匡时，他的之前的职务是什么？也是交通部长啊，所以大家可以相信叶匡时不懂，然后林佳龙懂吗？林佳龙的就交通的专业，之前已经有学者不是都起来抗议了吗？他对于行政流程的专业，之前不是还被一家德国的空壳公司骗了，说要去海水里面采矿吗？所以就这个，我还宁可初步感情先相信叶光石。但我看了流程以后，我真的觉得林佳龙在鬼打墙。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其实非常单纯，因为它是个港区的土地，它必须要三个机关的同意。第一个就是土地开发公司，然后高雄市政府跟航港局，就这样。所以这个三个单位呢，航港局是属于交通部的，对。然后土地开发公司是台北市政，高雄市政府跟航港局一起合组组成的，对。然后跟高雄市政府，对。那这样子，这三个到现在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要怎么开发呢？大家听完以后就觉得，这三个加起来其实没有林佳龙什么事哎。重点是这三个要同意，对不对？然后林佳龙一直鬼打墙说啊，你们高雄市政府没有送公文，我觉得你是不是浮选浮到头昏了？人家三方就已经都同意了，把协议书送到上级主管机关交通部只待核准而已，但你居然把它卡六个月。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整个的开发大事记，其实土地在哪里都已经知道了。对。然后本来去年它是有一个开发计划，可是因为韩国瑜的摩天轮，所以你看到今年的三到四月哦，高雄市政府跟航港局一共开了五次会议啊。这五次其实就是在讨论什么？安那分利损啊，因为我们去开发了以后有利益嘛，对不对？包括土地的租金、开发的增值、摩天轮的收益，所以五次的协议书就是在讨论这个，所以以后我们三方怎么去分这个利润，所以航港局当然有一起涉入去讨论、啊。那这五次开完了之后，航港局同意了吗？对，这五次开完以后，其实航港局跟港务公司都已经同意要签这个协议书了，所以要要求送到交通部去核定，结果交通部就不核定了。交通部觉得不核定，居然里面还有去牵扯到说，哎呀，你们没有受投资计划书，拜托，林佳龙真的是完全不懂，或是自己在鬼打墙。你要先同意我去做开发跟招标嘛，对不对？对。我去招标了以后，来投标的厂商，他才会送投资计划书嘛。什么叫投资计划书？当然是投资方给的，怎么会是高雄市政府要给你呢？所以其实到这边的时候，六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已经跟航港局还有港务公司都已经签订了协议书了。对。现在就是协议书送到交通部核定就好了。就我们看到，从七月十五号，交通部说你补充资料来，然后到了十一月二十二号，你再送补充资料来，再到十二月，你再送补充资料，十二月六号，你再送补充资料。哎，我的天哪！其实这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完全是跟地方政府还有航港局有关的，跟交通部基本上都是尊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开发地点是在高雄市政府啊，而且这个不涉及说跨县市的交通网络，所以跟你交通部上位的交通部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所以今天其实充其量它只应该是备查。但是我们的交通部却扮演了一个恶婆婆的角色，不断的去刁难、刁难、刁难。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是高雄市当地要不要发展这个城市观光跟地标，我不知道跟林佳龙的专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思刚，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刚刚淑慧讲的实在太清楚了一点，对不对？哈。所以明明是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摩天轮，坦白说，不管你喜不喜欢爱情摩天轮这个概念，可是如果高雄港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标建筑的话，对高雄港当然是一件好事，大加分啊！哎，交通其实高雄市政府看起来很积极，今年的三到四月连续开五次的会议，那为什么可以卡关卡半年呢？所以韩国瑜选出来选总统，就是要实践他在高雄的一些政见嘛。你看以前爱情摩天轮这么单纯啊，其实就是娱乐。
啊，不适合这意识形态，不适合蓝绿啊，交通部都这样卡他，一个简单的事情，基本上公文来了半年，更何况说我的土地还没确定，叫我提出什么开发计划啦？我讲一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台北市那个双子星有没有？今天才完成签约，那个中间也是风波一大堆，拖了七八年的时间。那时候也传出来是为了卡科啊。是啊，但是你最起码在好民时代，先把土地整理出来嘛。对。相关的该征收的征收，该买的买，花土地的征收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开发商才知道说我要在哪里开发呀。哦。我连在哪里开发我都不知道，我提什么资料？因为我的投资，你也帮他说，我交通怎么设施怎么弄，我未来怎么吸引人潮，跟附近的景点怎么样去做连结？这本来开发商我确定地点之后，我才能做这样的计划嘛。你现在交通部东卡西卡，我请问你哪一个开发商敢投一个不知道要盖在哪里的计划？不可能嘛！如果你这样天荒地老的这样卡下去，那这爱情摩天当然就没办法实现了，就没办法实现啊！所以你说韩国瑜当选总统之后，交通部一定马上就核准地点。好，可是现在韩国瑜在主张一个佛光山到观音山，然后盖空中缆车，希望能够在大社，这是高雄了，是高雄观音山跟义大世界还有大树的，这也是在高雄佛光山之间呢，盖一个空中缆车，估计一年可以留住百万人消费。如果爱情摩天轮没办法行得通，那这一个空中缆车还有机会吗？哦，这个空中缆车我认为是有机会，如果因为只要不涉及到中央各单位，基本上就没有地方去卡谈。然后你说缆车部分，第一个要经过地方的环评啦，环评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也是需要有一个资金开发，因为不太可能都是事情都是由高雄市政府自己去做，公司资金去做嘛，一定希望有民间的资金去做一些开发。那再来高雄市大家都有去玩过，点跟点之间有时候交通不是那么便捷，对啊，不是公共运输。本人小时候住在高雄，感受就特别的深刻。对，對现在还好哎，我以前呢，从凤山坐到大树的时候两个多小时。是啊，那这两个点其实义大跟佛光山是大家都会去的地方。如果交通动线、缆车这种具有一些有标志性的而且有特色的这种工具连接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对高雄市的观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注意。否则的话，很多一般没有开车的人在高雄市之间的观光点移动。其实不那么方便，所以我觉得啦，就是韩国有一些主张啦，虽然他现在在选总统，我觉得很多事情能做的，我觉得就先动手去做，不需要中央同意的，不会被中央卡到的，就先提出一些计划，让大家觉得说高雄市一直有在动，一直有在进步。我觉得这是韩国瑜给大家一种信赖感的感觉。可是会不会这个我请教一下学恒，会不会觉得说爱情摩天就已经没有开始了？然后你还提一个空中缆车，他们的批评是这样？没有，我觉得还是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快快落实。而且因为如果它不是一个民生立即必须的状况，其实我有点不太懂韩办在这个上面纠结是为什么，是因为它被卡得很明显，所以我们要特别 focus 在爱情摩天轮吗？还是说其他的基础建设呢一时间拿不出来做证明？因为基础建设对一般民众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重要，也就是包含了这个观音山的那个空中缆车，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问题，环差呀、环评你还是要做嘛，因为这个是盖在山上的。所以我觉得除非你对你自己的观光的政策很有信心，否则韩版可以移到其他的政策跟大家讨论说，哎，其实很棒，我的少子化政策好棒棒，我的这个学贷政策好棒棒，我的兵役重新这个开始两年我也好棒棒。否则民进党的立场就是，哎，你这不错对不对，那我们全部学过来，那搬来之后就我的啦。那你说谁能够说你抄袭？没有办法，因为我马上就有钱，我就跟光部或者跟观光单位讲说明年就做，那大南向我明年就做，然后新的这个宣传我现在就做。所以我今天还遇到一个网友问我，他说怎么搞的，为什么蔡英文总统很多政策都是在十二月的时候才公布，是不是今年十二月风水特别好，大家就在这个时候才看到很多的政策？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真的，因为现在观光政策我们又看到了一个 copycat，蔡英文是不是真的变成了模仿猫了？在整个观光政策上面啊，这个什么大方向我们就先不去提。你看那个具体的政策，韩国瑜喊出要成立观光部，是哇，那时候民进党骂到翻了。可是今天呢，蔡英文喊出说把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那这不是跟进吗？对。然后再来看到他说，2028年观光人次要达到2000万，到时候呢外汇收入可以带动1兆元。结果蔡英文晚人家两年呐、啊，说2030年国际观光客2000万，带动1兆元的产值。
所以真的是 copycat，完全都是模仿的耶，靖平。尤其是当他说这个要提升这个观光目标到2028年这个数字，然后能够达到2000万人次，当时骂最凶的就是现在的交通部长，在这个忙着处理这个远航事件的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林佳龙说：“哎呦，怎么可能啊？几乎做不到，不可行啊！”现在那个因为不可行，所以他晚2年呢。啊，所以你这样解释我也可以，我也就算了，双手一摊。所以因为不可行，所以晚2年就可行。就是蔡英文的时候要晚2年，韩国瑜他就希望他蔡英文晚2年就行。这个逻辑是蔡英文现在跟林佳龙都在一个忙着拼选举，一个忙着拼浮选跟远航，所以忙到焦头烂额都没有花心思在观光，差个2年差异性那么大。观光这个交通部观光局去昨天才办了一个聚焦未来提升2030年的这个未来10年的这个观光发展，如果他们只是还是把这个重点放在说国旅的补助，连这个贺陈丹都骂说只会在旗头式的补助啊，对品质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那你现在韩国瑜提出了这些政策东西，那你蔡英文全部不管是大南向大发展都跟着照搬。哎，韩国瑜提出来是你只要把人带进来，人增加了就业，观光会带动周边的整个产业发展，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而你蔡英文呢，只有说啊，未来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亚洲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这不是废话吗？也难怪我们一开始观光立国为愿景。啊，那这个我们难道不知道吗？对，这个早就讲过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了。那蔡英文就像刚刚朱学仁说，萧潜他12月才提出那么多的政策，你一定要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才说啊，台湾要作为一个观光立国的地方，观光重要的这个基地。我们台湾不是以来就是朝这个发展吗？靖平，你要原谅蔡英文，因为韩国瑜他在选总统，他才提出了政策，然后蔡英文才能跟进的。所以你只要复制贴上吗？哦、对。那干脆就是你有啦，应该有修改啦，2028变成2030。那你是不是那个论文你都忘记了？下面都有一个检索资料来源，你连这个抄人家政策都不附来源啊？好，不过呢，国民党内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部署选后在党中央要逼宫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